Hello，各位亲爱的朋友，晚上好，我是爸爸超人。那今天的话是7月2号，礼拜四。好，那昨天礼拜三，我们青龙是不是有国战嘛？那昨天国战的话，我觉得我成绩还算不错哈。我参加了差不多30分钟，然后人讨13，那被讨是6次哈，被讨了6次。那我想跟各位朋友分享一下昨天我国战的一个配置哈。我昨天国战的配置是这样子的，来给大家看一下哦。哦，第一招的话我射落日，那第二招的话我是射这个穿弓，哦，那第三招的话我是射鬼戟，哦，逻辑是这样子，就是第一招落日打下去之后，再把另外一个怒气给他放完，然后如果对方没有死的话，这时候我又没有怒气，那我就放鬼戟，哦，来打出伤害，哦，用这样的方式来打，那我觉得还算不错，因为我通常，遇到的大部分的玩家啦，通常都还可以打赢，哦，那除了一些少数例外的一些很强的反猛，哦，打不赢之外，大部分都还是可以有机会打败他们的，哦。那我觉得，如果说啊，你不知道怎么样打国战的话，或许你可以考虑一下这样的配置哦。那我的武器是加12的反应破魔弓，哦，没有特别的好哦，就是一般般。那这把的话不是我自己充的哈，哦，我是买的。那我买了400金，好，哦，买了400金，其实价格应该还算很合理的啊。我相信有些朋友如果常常逛这个竞标场的话，应该有机会买到比我更便宜的。OK，那既然昨天有打国战嘛，哈，一定不要忘记，就是要做国战记录哈，因为昨天的话太忙了哈，昨天太忙了就没有做记录了。那现在的话来补记哈，OK，那我们来看一下魏国的部分。好，北海的话是由夜色次的名将军团所占领的，那徐州的话是双鱼座小姐姐的 Liberty，哦，双鱼座小姐姐又出现了。好，那接下来陈柳的话是救济百里洋的王者天下，这次魏国算不错哦，占领了3座城池。OK，那我们来看一下吴国的部分。吴国的话，这次城池就比较少了哈，只有4座。好，那庐江的话是小哥哥的气势所占领的，寿春的话是社会你关哥的时尚娱乐馆，那汝南的话是一奶的粉味，那叶的话是超凡入圣的 team 哈，总共4座城池。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蜀国的部分哈，因为我上礼拜把那个襄阳忘记了，所以这次的话先从襄阳开始报告。OK，那襄阳的话是狂德的鹰哈，狂德的鹰，因为狂野的话好像有一些事情，哦，他暂时没办法玩游戏，所以现在由狂德来管理哈。据别人说是这样子的。OK，好，接下来是会稽，那会稽的话是小王子波波的倾国倾城哈，最赚的一个城池就是会稽的，哦，他占领会稽蛮久了哈，他一定也赚了不少钱，恭喜恭喜。好，那豫章的话是08塑胶的国之市，那财商的话是封神的封神榜。好，接下来哇，跳来跳去呢。好，许昌好了，那许昌的话是日式御茶园的君临天下。那江夏的话是把柄威哥的争霸天下。那长沙的话是哇，这个没听过哎，名侦探柯南的拍米亚客栈哦，新的一个军团哦，第一次看到。那若那个玩的话是若一的火凤玩不了，OK，不能漏掉，不能漏掉。好，那江州的话是红雨的天竺救世潮。那星野的话是苗红的 Sekiro，长安的话是扛瓦斯打人的喝酒大学哈，这个扛瓦斯打人的话，他是真实身份好像也是在做瓦斯的哈，好像也是在做瓦斯的。好，那上庸的话是速度与激情的花之倾城，那汉中的话是苦命人的失乐园，剑灵的话是砍烂脚金门 TNT 哈，永远的南蛮王永远占领这里。OK，大概是这样子。OK，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排行榜的部分。好，国战版哈，看一下礼拜三打的情况怎么样哈。好，就是人头数就比较没有那么多了哈，因为参加人也比较少一点。好，第一名是吉米基德啊，106塔攻心447，第二名是月下脑孤独，第三名是 Ice Daedalus，第四名是浪迹天涯，第五名是风空，第六名是新竹古天乐，再来是凤雏四元追忆，那就叫风眼 Michael 孙中山，那怎么那么好奇？倚天招魂若隐叫姨妈，搓码头天然呆已经自动先睡一下，傻傻羽毛。傻傻羽毛，他应该升70等的话，他会血散弹哈，我们可以期待一下。好，那再来是旧金师傅、诗音室、神主牌、残影、陈太郎、爽完不付钱、爆杀小杆、内裤当口罩、演员风间、八代目、火影念旧、Bless 不好念、深海喵喵、阿宝宝王豪杰、白石番禺、正头神剑丸、无用的小朋友、罐头。哦，罐头的话，就是昨天有展示到给我们看的那一位朋友哈，48塔功勋167，再来是 Mr. King 周天地夜返用脚玩三国雷洛山珠轮青龙眼夜魂之翼一语成秋百万明星胡须章狂浪3秒钟3公分甲庆忌95加满苏群天月星
田月星之前有展示过演龙给各位朋友看。接下来是苏苏猪、聂军、漂流男子汉、狐狸无限、小象、邦邦、克林奶粉、盐血、小瓜仔、干挂小天使、六师弟、正头小丸子、四雷、Superme、狂剑一秋年、五角打爆你、云若无阴影的春风少年、凶焰天、刀锋、超哥、银蓝银皇。超哥的话，他前几天好像有合到局变吧，好，我们恭喜他，好恭喜他，他也是合到文丑。好，接下来是妥妥的轩哥、西楼、银色、道法自然、狂想曲。西亭雷雨幻视，这是西里龟，香宇座小姐姐，握剑影千年，秋月躺幽灵人口，石原贵雅打不开，一折怕火力系，吉哥留神的斧头帮帮主，狂撞战北野，蹦蹦屁屁屁，顺心，哇，有些人的 ID 真的很有创意哈、哦，看一下讨敌数的部分，好，看一下多少人破白塔，一二三四五，五位破白塔而已哈、哦，很明显就是。打国战的人少很多哈，应该是在忙的关系吧，好啦，那现在也7点钟了哈，我也要开始做家事顾小朋友咯。好，那就祝福各位朋友游戏愉快，那打副本都能够打到铁壁近战术，还有远程御敌术，拜拜。